肠胃第三十一，往下这几篇都是篇幅很小的，所论述的问题也比较单纯。从解剖学的观点来看，这些论述是属于古的解剖学知识的。这里论述了一些脏器的大小、长短、宽窄、容量、重量，可见当时解剖学所重视的那一些方法、方面和现代的解剖学并没有什么差别。我们从这里面看出来，在内经时代医学所关注、研究的方法和现代的医学并没有什么两样。所以说，在现代临床中，搞中医、西医、中西医结合，不论什么学派，必须是以事实为基础的。自古到今，从中到外，从基础到临床，医学所看到的都有相同的一方面。现代有人说中医不重视解剖，而重视所谓的气化。从这一篇我们应该看到，这种观念既脱离了临床的事实，也违背了传统的经典，数不清之谈。尤其是学习针灸，完全可以以现代的解剖学为基础。要明确定位，要知道肌肉、脏腑的层次，就得明晓现代解剖学。不只要看大体解剖、系统解剖，还要看局部解剖，还要看病理解剖、生理解剖。对一个病的治疗，要以深入细致的学习解剖内容为前提和基础。这不是属于中医、西医或者哪个流派的，而是医学的公共基础。《黄帝内经》时代所追寻的就是这个，现代仪器的发达，技术的先进，各种手段的运用，包括现在数字人的模型，中医学都可以参考，这对诊断和治疗都有用。而这篇中简单的说，就是讲了消化系统的解剖。皇帝问于伯高曰：余愿闻六腑传骨者，肠胃之大小长短，受骨之多少奈何？伯高曰：请进言之，骨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，唇至齿长九分，口广二寸半，齿以后至会咽，深三寸半，大容五合，舌重十两，长七寸，广二寸半，咽门重十两，广一寸半，至胃长一尺六寸，胃迂曲曲，深知长二尺六寸，大一尺五寸，近五寸，大容三斗五升。小肠后腹脊，左环回周叠肌，其诸于回肠者，外附于其上。回运环十六曲，大二寸半，近八分，分之少半，长三丈三尺。回肠当其左环，回周叶肌而下，回运还返十六曲，大四寸。径一寸寸之少半，长二丈一尺。广肠腹脊，以受回肠、左环腋脊上下，辟大八寸，径二寸寸之大半，长二尺八寸。肠胃所入至所出，长六丈四寸四分，回曲环返，三十二曲也。皇帝问于伯高曰：伯高是齐伯以外皇帝问到的其他几个大臣，像是某一方面的专家，即解剖专家中的消化系统解剖专家，是专业技术人员。余愿闻六腑传骨者，肠胃之大小长短，受骨之多少奈何？问消化道的长度和容量。伯高曰：请进言之，骨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，讲的是消化道的范围，从口腔到肛门。浅深，现在分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。远近，上面的部位和下面的部位。长短，大肠、小肠、胃、食管长短各不同，这些都是有数的。唇至齿长九分，口广二寸半，齿以后至会咽，深三寸半。这个数和现代解剖基本没什么区别，度量的大概比例不会错。大容五合，舌重十两，长七寸，广二寸半。舌头的宽度和口的宽度是一样的，而舌头的长度是七寸，直到后咽的长度是三寸半。舌头的长度是直到后咽长度的两倍。舌头伸出口的距离相当于直到后咽的距离，这就包括舌头的活动度。咽门重十两，广一寸半，至胃长一尺六寸，这是以八尺之尺为标准，还是以七尺五寸之尺为标准？按现代解剖，食管长二十五到三十公分，和人平均身高的比例可以有个大概换算关系。胃迂曲曲，深知长二尺六寸，胃是弯着的，伸开后长二尺六寸，大一尺五寸，近五寸，大容三斗五升。这个数目是按人的食量来算的。小肠后腹脊，左环回周叠肌，太素中没有回周两个字，其诸于回肠者，外附于其上，回运环十六曲，这是精细的解剖，观察的仔细，连几个曲度都看到了，可以肯定是解剖实践的结果。大二寸半，径八分，分之少半，长三丈三尺。分之少半，杨尚善的解释是三分之一，一为少半，二为大半。这里有小肠和身高的比例，八尺的人，小肠是身高的四倍，四八三丈二是小肠的长度。回肠当期左环，回周腋肌而下，回运还返十六曲，大四寸，径一寸寸之少半，长二丈一尺，
二丈一尺是人体长度的2到3倍。广肠腹脊以瘦回肠。从回肠入到广肠就是现代说的结肠。中国的西医说的空肠、回肠、结肠这些汉语名称都是中医原有的名词，部位是一样的。左环腋脊上下辟打八寸，径二寸，寸之大半。这个辟指的是偏斜。它在里面并不是居于正中的，而是偏着的、斜着的。肠二尺八寸。肠胃所入至所出，长6丈4寸4分，回曲环返，32曲也。这一篇非常简单，就是说了一个尺寸的问题。从内容本身来说，这些知识完全可以用现代解剖的精确知识来代替。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精神，这个精神能正确地认识到中医把解剖放在什么地位上。是不是像后人说的那样，中医学纯粹是个模型，只谈气化、谈脏象？绝对不是。包括左肝右肺，现在还争论不休，说这是所谓气化云云，都是没有真正理解传统中医的解剖思想。这本来就是解剖的观点。那为什么是右肺？主动脉出来后往右下走，即现代解剖姿势的左，但从对面看，上火下水，上南下北，是右，叫右降。主动脉里面混着肺呼吸带着的氧气，所以叫右肺。从对面来说，肝在左面，和中国的地图一样，上南下北，上面是心，下面是肾，那左就是肝。古人连个肠子的大小、长度、宽度都测出来了，能不知道肝在什么位置吗？能左右不分吗？不可能的事。只能说，有些所谓的气化观点，对中医的认识差得太远了。如果对这些说法不搞明白，没有这个上南下北的观念，而把它误解成不懂解剖，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。所以这篇的意义只是让我们知道古人的认识，知道要重视解剖。而现在实际针灸临床上，所有穴位的定位都是以现代的解剖学为基础的。我们从这里还可以想到，对现代的一切迷惑人的所谓气化的经络实质研究的东西，一定要保持清醒的看法。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经，什么是络，要看原始的说法是怎么回事，不要自己弄出一套概念来，再自己去研究它的实质。就像现在搞正形本身的研究一样，什么是正形？正形本来就是一个虚化的概念，毫无实质可言。它类似一个综合征或是对病因的归类，病因本来是个理论的推导概念，哪来什么实质可言？所以我们通过这一小篇文章，或者后面这几篇文章，就会看到原始的中医本来是真实的，后世包括到现在，貌似罩上了很多的光环，实际上是把它虚化了、神化了，弄得它不治病了。不治病的原因就是脱离了实际。有人说解剖这个东西是技术学科，没用，不是研究临床的，不学这个。即便是对肠子里面够不到的东西，古人都这么详细的研究它，可见古人对解剖的重视程度。那更何况运动系统的解剖呢？经典中有经筋、经别、血管、肌肉、肌腱、骨头的解剖，离了这些东西就不好治病。灵书上提到了一些貌似纯基础理论的东西，实际上表明了一个态度和方法，而在临床用的时候要有这个标准。按照这个方法来用是真实的，而后来脱离了这些方法，包括明清以后的一些纯理论的演绎，比灵书要虚得多，可把握性要差得多。对解剖的重视能帮助我们了解经络的实质。如果结合前面的经脉论述还不能肯定认识的话，看后面的测量应该就能肯定。那为什么不详细论说经脉的长短和粗细，如像论说现代的血管解剖一样呢？血管是一个弥漫的网状的大结构，不好细分到每一条，笼统的分成几部分是可以把握的。如按部位来分，内侧的、外侧的、里面的、外面的、前面的、中间的、后面的。所以要有个归类的概念，一直归到最后到络脉上，就是看得到的外在的小血管。在本来意义上，经脉、经道、经髓就是血管，